时候，你在征服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起来了。已经到了啦，怎么医生打人？这个啊，医生，我要怎么配合你？还没有完全开，外面好像没有什么风雨，我先看一下。有下雨，但是风好像不太大。我看一下医生好了没？还没。还没好。医生，我可以躺在那个沙发上吗？还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，那我要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坐着等。开了，开了吗？请进，请进。哎，我来了。傅君伟，哟，我来了。轮到我了吗？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我最近工作很忙，然后坐太久的话，屁股有点痛，腰有点痛，然后讲话讲太多，声音有点沙哑，有点咳嗽，然后又有点流鼻水。先等我一下，然后肚子有点大，我毛病会不会太多？嗯，然后睡眠不足。先帮你整理一个可以很快好的药。好，吃药就好了吗？对，你只要吃药，一天吃三，只要吃药一天吃是早上吃一包，然后中午吃一包，下午吃一包，晚上吃一包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的病就会可以很快好。你只要一天吃这四药，你就可以一天一次好。但是呢，我会给你比较多的药。但如果你下次再生这种的很多药的病的话呢，你就吃这个药，然后像我讲的这样子，你就可以很快好了。好，可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毛病呢，你有记得我有哪些症状吗？你只要吃了这个药，你就可以很快好起来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我刚刚讲的那些全部都可以一次治好吗？对。像我的肚子太大也可以吗？什么都可以治、啊、然后咳嗽啊，什么都可以。想睡觉啊，你只要现在有的病都可以治好的药，神奇吧？这个我可以做过，这个我以前有做过。哦，有这么神奇的药可以治疗大肚子的话，大肚皮的话，那我想很多人都会很需要这种。哎、欸，在干嘛的？嘴巴张开。啊。好。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我会配合你。谢谢。刚刚是在干嘛？需要做吸鼻涕。吸鼻涕哦，好。对，我刚刚也有讲说我有流鼻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还没有吸耶，我还没有吸耶，我要吸吗？好，好，吸口气之后就好了。要打针吗？先帮你的那一根线剪掉。嘿嘿嘿，好了。你的神奇药水好了。神奇药水。你要喂我吗？你回家自己先赶快吃，那是因为现在还是早上，先吃一个，然后再吃一个，然后中午再吃一个，然后呢，下午再吃一个，然后晚上再吃一个，这样就完美的。好。好了。好，请给我吃。医生，请给我吃，我没有力气了。你吃下这个药，你一定会知道这个药有多神奇。我没力气了。它里面是有很多药，种药的。好，吃。好，吃了。然后呢？你中午再来，下午、晚上都要再吃一包，你就会一次好起来。我中午。我
我中午下午晚上还会再开电视，请你那时候一定还要再来。好，我吃完药还会再回，我还会再回来做一种药的。好，我吃完药是不是要睡觉？我可以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一定要先吃药。哇，可以睡了，耶！一定要睡觉，你才能。好，我睡了，医生。一定要睡，你才能好起来。我真的睡了，我好想休息。没办法，如果你真的睡下去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只能闭着眼睛休息而已，药才会有效率。你只能闭着眼睛休息，药才会有效率哦。你只能闭着眼睛休息，药才会有效率。我闭着眼睛。然后只能休息不能睡，药才会有效率出现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到的话呢，药就完全没效率，药就很高。我闭着眼睛休息了。你就没办法。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但是你只能闭上眼睛休息。好。等中午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起来了。已经到了。怎么？医生打了。已经到了。不可以这么打，好痛。已经到了。怎么那么快？我还没休息够。要不然你闭上眼睛真的好想睡。要不然你真的没有办法。最好，听到了吗？我要开神奇的药给你，你才能好。现在已经到第二汤匙的药，你第二汤匙的药错过了，你的效率就会消失。好。我不想错过，你就会白费的。好，不要白费。我就会帮你那一个神奇药水擦掉，我就不会再帮你做一次。好，那请帮我治好。神奇药水打勾一次。你还有表格哦。这是你只需要用到一个道具就可以。你没有戴眼镜，我怕你看不清楚。你还需要再开一次药。我这次可以躺着看吗？你不能，你躺着的话呢，你的药就会噎到，然后呢，你的药就又会消失了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没有做到，你这就糟糕了。医生。台风天你还有到人家家里看诊哦。今天是台风你知道吗？台风放假，你本来要上学，因为台风的关系才可以放假在家里。然后你又去兼了一份工作当医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工作还要去人家家里看病，这么好。一般我们都是要到诊所的，还是我要到你的诊所？要我自己去你家。你要来我家看。自己适合的工艺。哦，我记得这是古时候有那种医生会到人家家里。你以前有做过这一种的吗？哪一种？像现在这一种啊。这服务真的太好了，看病不用出门。就在家里，只要打电话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来吧，要给你再吃一次就好了。这就还没看就直接吃哦。药。它里面有很多种药。哦。你只要一次吃掉那很多种，你就可以一次的好。吃。好，我吃了。再来。我就可以又可以睡了吗？这个游戏还不错，可以休息的是好游戏。
吵起来就可以来这里看看，这里很空。等你生病吵起来，你来这里看看没关系。好，我现在要来了吗？医生要告诉我什么时候要来吗？你会告诉我吗？下次再跟你约时间。好，那我可以先睡觉了。你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我先休息。我最想休息了。我跟你约的时间，你可以来我这里看戏的时候，我就会来找你的，还会告诉你我的工具盒在哪，知道吗？还会告诉你我工具盒的会把它放在哪里。Hello。时间到了，我才快要睡着而已。请你过来我家玩。好，哎，你现在不是医生了，你工具收起来了。所以医生游戏结束了吗？还有在玩，只是先把装备收起来。那是因为那天不是放台风假吗？医生也要休息一下。好，我来了，我从床上下来了。你病好起来了，恭喜！我的工具盒都放在这里。好。里面都是我的工具。好。我的病好了，啊，你把我治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，医生。医药水利。好，我的病好了。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陪孩子玩医生看病的游戏。影片就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要玩别的了吗？